在屈臣氏药房经常都听到很多健康神逻辑的，当中很多人问的就是小姐，你呢排咪瞓得好差啊？你买咁多褪黑激素嘅？吓，我想美白啫。B B 嫌我好多着斑啊！小姐，我谂你搞错咗啦，褪黑激素同美白系冇直接关系噶。吓，褪黑激素咁唔系褪晒啲黑色素嘅咩？褪黑激素其实系一种助眠嘅荷尔蒙。它会向身体传达一种天黑了你要休息了这一种的讯息，令到你容易一点睡得着觉。大家睡得好，黑眼圈自然就淡了。有些人就会误以为这个褪黑激素其实是可以美白的。大家如果真的想美白淡斑的话，其实就真的应该找一些相应的美容产品了。下次又不舒服不要再估估一下，知不知道？